开始了，请大家稍微安静一下，谢谢。今天的参赛者有总共有15位，那但是就是我知道现场有些人就是他们想要先看看参赛者的实力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临时报名啊，所以有可能比较久一点，也不一定啊，因为我是其中一个，所以我要先看他们唱怎样。不过对啊，好，那么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啊，我的名字是 Henry， 然后我是 Ashley， 对，然后我们是 UTA 的 PR， 对，然后。好，这次再次谢谢大家，就是来参加我们的KTV 大赛。然后呢，这次开场呢比较不一样，就是我相信就是把那个东西给我看，然后我看很多都觉得好难过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给我30秒，就是大家请低头为徐伟伦默哀，谢谢。莫言 ，Cindy， come on， come on。 So tell everyone what you'll be seeing today。 今天因为 Cindy 是我们课里面唯一最坚持台湾味的一个人，所以他今天为我们带来一首台语歌曲，叫做《半分过一生》。你那么轻巧的，好，孙淑媚，孙淑媚，好，我们 Let's welcome give up for Cindy 她的华文贵先生，敢吗？华文贵先生，我太不好，太不好。讲什么已经无共味，是好也是好，犹在你观点。千言万语讲袂尽，谁人了解女人的心？我偷看落去，已经作死。我的心有一条路。这全这首歌，这首歌其实我台语很强啊，我刚刚乱讲。那个，可请问一下，你刚刚歌是在唱什么？就是黄贵香，就是伴我过一生嘛。就是他说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那我这一生还有什么意义？Ashley from CU， you 我们站起来一下，大家。还有我们 UTA 的 Albert， 还有我们 UTA 去年的歌王 Albert， 是我的师傅。我师傅，哎，要不加油加油！你好，还有 HKSU 的 Cathy， 在去年那个啊，不，这今年的那个东森线网也有入围出赛吗？出赛有过对不对？哦。